尤普老师，我们就来看看下周呢各生肖的整体运势。来，好，下周是国历的2月18到2月24，其中2月18就是24节气里面的雨水，然后2月20呢是天赦日，天赦日就是说那一天呢上天赦免你的罪过，所以说在那一天呢，上天嘛就是天地，我们讲就玉皇大帝的庙呢非常热闹啊，大家都去忙在那边做祭改啦、解运的事情了哈。好，那12生肖我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。首先是猪兔羊的，猪兔羊呢定新计划，增加能量，新的年度嘛，新的计划定下来，然后你努力去执行，可以增加你的能量。我给了三个赞的评语。其实第二组虎马狗的，虎马狗呢眼界提高，迎接挑战，就说你的这个整个层次要更越来越高，当然能够才接到新的挑战，所以我给了一个赞的评语。下面是蛇鸡牛的，蛇鸡牛不错哦，新春大吉，名利双收，哇，这太是最好的了啦，哦，得名又得利，所以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语。好，最后猴鼠龙，猴鼠龙也不错，意外的机会，顺利赚钱，意外机会就是应该是偏财运的，有这种机会让你赚到偏财，所以我给了四个赞的评语。赞哦，好，我们再加码。十二生肖里面有三个生肖在下个礼拜呢运气最好。首先钱财最旺的，钱财最旺的是属蛇的朋友，不错。其次事业最强，事业最强呢是属鸡的朋友，运气一样，来运一样哈。好，下面桃花最红的，桃花最红，我想最需要的哦，是跟右心一样的，属老鼠。桃花先克亮，对，我跟你讲。